接下来请收看佛教音乐会。很高兴能够这次在台湾举办《圣者之歌》的音乐晚会。这个晚会呢，算是一个另外一种形态的一个平安夜。然后呢，希望呢，在这个晚会里面呢，大家都能够可以听到觉于西藏过去的这些圣者所写的一些金刚道歌。在历史上呢，那些成就者，他们把雪山上或者辽阔的草原里，他们所就是领悟到的一些经界境界或者一些正悟啊，他们就是幽渺的声音来歌颂出来，算是一个不只是说我们听歌或者看这样的一个表演，听者自己呢对于这方面有一些了解跟一些感触，这样的话呢才能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呢，希望能够在这个晚会里面呢，大家都能够可以得到很殊胜的感受发泄出来。谢谢。
部竹青嘉措仁波切，当今噶举派长老教师堪布竹青嘉措仁波切，1935年出生于藏东一个人人修行之地囊谦。他是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乌金清烈多杰的上师之一，也是大手印传承持有者、瑜伽行成就者。他以独到的空性五次第论述，全球弘法30年毫无间歇。在他的课堂上，总是回荡着精妙的逻辑辨析，是一般的譬喻与口诀，并且洋溢着歌声。那歌声是从帝洛巴、那洛巴、马尔巴、密勒日巴、历代大宝法王、噶举传承成就圣者，以及堪布仁波切自己的证悟心流中所涌出的源源不绝的加持力量。堪布仁波切以这些金刚歌教导弟子唱诵禅修口诀，调伏习气，直指心性，教学风格充满迷人的魅力，举世闻名，被誉为当代密勒日巴。是向平等心之故，因知怒与不怒平等也，因知笑与不笑平等也，因知了知与否平等也，起源平等三摩地增长。相思心念有如同梦境起的真，自身现空本尊身，无生无灭起解脱，怒与不怒是为平等心，是为平等心，正知与否是为平等心，一切现象是为平等心，诸法实相平等心之故，怒与不怒皆为平等心，
是为平等心。像是为平等心，出发是向平等心之平等心之故，不语不怒皆为平等心，羞与不羞皆为平等心，知与不知皆为平等心。愿平等三摩地增长，生是对镜，无镜为鉴心，生是心。向浩瀚广大属于空中，完全独满独目真无神，完全充满独目真无语，完全充满独目真无形，观想独目家世于此生，父母亲友远地于众生，愿世上一切之沾沾，皆化荣耀和平与快乐。祈愿一切恐怖之无情，悉皆化为缤纷之话语。祈愿远离心中之愤怒，以及恶念，悉皆化为爱。愿此生贪欲与嗔恨，悉皆化为平等心了悟。愿此生生祈愿所生生，化吉祥光照亮全宇宙。向浩瀚虚空广大境，完全充满独目真无神，完全充满独目真无语，完全充满独目真无形，观想独目加持于此生，父母亲友远地于众生，
祈愿世上一切至真善，皆化荣耀和平与快乐。祈愿一切恐怖之间悉皆化为你分之话语。祈愿愿你心中之愤怒以及恩也悉皆化为爱。祈愿此生贪欲与嗔恨悉皆化为平等心了悟。愿此生生祈愿所善善化吉祥光照亮全宇宙。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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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Hi.
发举传承祖师密勒日巴大师，是藏传佛教最受尊崇的圣者之一。他在大恩根本上师马尔巴身边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却终身谨遵师主，在罕无人烟的荒山间独修。十一世纪的西藏雪域，有缘遇到密勒日巴大师的村民商人寥寥数几，追随他而至开悟的星子有男女数十人，明心见性不退转的有百人，与道相应舍弃世法一心修行的有千人，还有与法结缘出发菩提心者不可计数。是他们听见了密勒日巴在唱歌，一代一代密勒日巴大师的生平故事，以及从他完全证悟的心流中自然唱出的十万歌诀流传了下来，也将原始佛教精神朴实无华、观心内修、真挚实践传递下来。生不动自性大悲尊，一如上师所遇事，于此恶魔故乡里，实现无常幻化时，愿你如是此教师，令我顿生大决心，世间所现一切法，无常无义恒遍地，轮回诸业无义理，与其请求世间理，宁修佛陀解脱法，宁修佛陀解脱法。人在知心自不在，自在此时复一时，而人同居亦无事，如自我妄修正法，修禅悟马白崖苦。木在知心自不在，有自归持复一时，而人同居无事矣，如自我妄修正法，修禅悟马白崖苦。美在知识穷不在，穷归家是美飘零，而人同居无事矣，如自我妄修正法，修禅悟马白崖苦。有家之事住不在，住归家是家一拜，而这同居无事矣，如自我妄修正法，修禅悟马白崖苦。圣经有时无功者，功者归失经已坏，二者同居无事矣，如自我妄修正法，修禅悟马白崖苦。天地在时主不在，主人归失天已如，二者同居亦无事，我妄修正法，修禅悟马白崖苦。故乡故家与故园，皆是轮回无始法，无始众生随人去，行者我妄求解脱，修禅悟马白崖苦，成恩发福马尔巴师，加持令我得善举，加持令我得善举。
的平等心之时，情眷又半解忘却，望坛之际善哉。显真理智慧时，能锁住无界忘却，忘乎乐极善哉。正得无私无受时，一切觉受皆忘却，望增减记忆善哉。显真本具三身时，本尊七分皆忘却，忘该念佛亦善哉。知过皆忘却，往事俗法亦善哉。修观的穿透觉识，路人能说皆忘却，忘我们法亦善哉。正坐现皆尽时，黑子佛尽皆忘却，忘中佛法亦善
财宝皆具足，如今却人生还原，似是一物带不去，空手皆行生死缘。豪气豪勇皆具足，如今却人生还原，似是实体成三者，稍微会几生死缘。诸根名利皮肉尽，此时却人生还原，是心事无可为，不能自主生死缘。每时家转身感谢，如今却然生活失去，一吹不尽生死言。我念世间无常故，专心一意修佛法，世间相拥不能负，心自腾腾长安乐。大热旅舍中，长子八十被忘去，遇见老弥为如何，却如常年善修Thank you.
朱川长老啊，各位法师、诸位居士、各位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在4月2号这天呢，我们教界有一位我们大家非常敬重的长老，就是上敬下良长老呢，在4月2号的清晨呢4点安详圆寂。啊，墨学是在3号呢得知这个讯息，所以了解之后呢，也特别到北投弥陀寺来向圆寂的长老来表达敬意。那从弥陀寺的住持啊，监督法师啊，他的叙述报告当中呢，得知长老呢在4月1号这一天呢的上午呢，跟他们注重呢一起呢到阳明山走一走啊。那长老来到这个阳明山大自然当中呢有一个动作呢也让他们弟子们呢给予很多的启示啊。长老在大自然里面，他也脱下自己的鞋子啊，在大地上啊这个踏踩着啊，好像有一种尺土啊的一个意味。那在回来之后也都很安详啊，就在他们弥陀寺啊下午有一支香法会在进行当中呢，弟子们回来看长老的时候呢，长老已经安详的啊这个非常静寂的啊圆寂啊。那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感觉到长老的心窝还是有些温度，所以一直到4号凌晨呢4点啊整个安详圆寂。那在这当中呢，长老都没有惊扰到每一个住众啊，而且他在民国109年呢3月啊就写好他的一个遗嘱，吩咐他们弟子们啊在他圆寂的时候呢一切要很安静宁静的方式来处理。所以他们弟子们呢也依照长老的旨意呢来进行。长老只提到关切他人、想到他人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来回向长老，也表达感谢之意。那我们在长老他的涅槃堂里面也看到了我们教界的另外一位长老，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佛教僧协会的会长了宗长老，他写上4句话来表达敬祷之意他这样写着：长老是己无极入涅槃，
世稀人少有，老友来送别，我能说什么？这是了中长老呢，他以这四句话来表达对净良长老的一份礼敬。那么了中长老跟净良长老，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参道友他们曾经在戏子的弥勒院内院一起在慈昂菩萨的教导当中呢，他们彼此是同学所以他们有很深厚的情谊，不管是在中国佛教会那些世界佛教僧检会他们也都是呢很好的伙伴道友让我们也深深的感动所以净良长老圆寂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示现。佛教有句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让我们共同切磋分享，祝大家身心自在，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愿得健康，事事如意，阿弥陀佛。